Hello， 我是柚金。现在呢是只有涂了一层隔离的状态，大家可以看我脸上还是有一些小瑕疵。这次用到的是土家新泥坊的一款粉底液，它家有两个色号，我用的是象牙白，因为我的皮肤比较白。这是我第一次用液体的粉底液，我觉得它的粉质呢还蛮细腻的，然后上妆也很服帖，比较轻薄，不会说很厚重，还有就是很润，非常适合干皮的朋友。嘿，脖子也要涂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润，然后它的遮瑕度也很高哦，因为我脸上有很多的小斑点，它都帮我遮起来了。这是用眉笔写的柚金，完全把它给遮盖住。好，接下来是上散粉啦。接下来是画眉毛，因为我的眉毛呢是之前有纹过半永久，是棕色的，然后我觉得它有点细了，所以我要用眉笔把它稍微画粗一点，然后再用散啊不是用眉粉把空的地方填补一下。大家别忘了还要用眉刷把眉毛刷得自然一点哦，不然就像蜡笔小新。然后是眉毛的最后一步，染眉膏，把你的眉毛染成和头发相近的颜色。然后用到的也是土家新泥坊家的眼影盘，先用这个是什么颜色我也不知道，接近橘色吧，给眼窝打底。然后用这个深棕色来加深眼影，不好意思，调皮了一下。接着还是用这个深棕色画下眼角，最后呢用最浅的这个颜色来画卧蚕。就是画眼线咯，这一次呢画的妆就不同我平时画的那种大眼萝莉妆啊，就没有那种把眼睛画大的技巧和手法，所以这次的眼线也没有画得很粗，就想要自然一点。然后这次也不戴假睫毛了，就用睫毛夹一下，然后刷个睫毛膏。
还有下睫毛也要刷刷刷刷刷洗刷刷。我好像废话说太多了，你们会嫌烦吗？接下来就是画鼻影和高光咯。是画腮红，也是来自你家心里坊的，好像听说这个牌子是吴昕代言的呢。它这个像粉贴一样，画在脸上比较服帖，而且颜色好粉嫩啊，超级适合我。最后一步，涂口红。涂口红之前呢，我会把用粉底把唇色给盖住，这样子涂的口红就会比较显色。Bingo， 整个妆容就完成啦。第一次尝试，相对于我自己来说比较成熟的棕色系的这个妆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又回来了。现在距离我录视频已经过去了8个小时，我发现这款粉底液持妆度还挺久的。现在除了我鼻翼部分呢有点出油，其他地方都没有花，所以还蛮正常的。拜拜。